不再世的时代，这位大护法啊，伊的名叫做急孤独中者，到尾足快，无有选择贵贱阶级，其中啊，有一位朋友呢，伊的身份真低微，对啊，迄个时代。是叫做奴隶，也叫做贱民。不过孤独中者足信赖伊的，将伊的财产库存就交予这位朋友甲伊看管。不过伊这个亲戚参加甲伊同阶级的这个朋友。感觉讲哦，真正呢未行。为什么？对啊，这个国家上主国王啊，那下主这个高阶层阶级的人，都是这么正尊重爱敬的一位长者，是安怎伊安尼屈下身段来甲一个贱民？交往啊，尤其是呢，我遐尼正相信，甲伊的财产，安尼交予这个人去管理，大家实在有影想袂晓，所以呢，要来甲伊劝说，希望伊交朋友呢，会当选择，希望伊会当远离这种奴隶。贱民阶级的人，这项代志，互伊真困扰，也真烦恼。有一天到正下的时，佛陀呢，看到伊，好亲像心事重重，就问伊：“你好亲像有真困扰你的代志，结果都中者。”他就将这个原因呢，一一向佛陀。佛陀听了后，就讲：“结果都中者，你是对的。人生无贵贱的分别，应该是拢种平等。你这种会当一视同仁啊，尊重人性，这呢就是你的德啊。”其实，你甲这位朋友，这种精神的交配啊，无有这个贵贱分别，唔是伫这世人开始，过去生中，原来是同款，有安尼的代志发生，佛陀都开始啦，讲过去。的因缘，有这位国王在宫中的周围啊，种着真多的草木。这个草木中间种着吉祥草，花甲真旺啊，一叮当啊。流河真清芳，在所有的灌木中，各有一丛的杏树，开枝串叶啊，足树，伊的迄个树干啊，真直，足大丛的，就改称为树王。宫中的人来甲国王报告，在这个宫廷有一间独子殿，凝固啦，失修啦，条啊呢摇动啊，那是无赶紧修复会倒去。国王听到就感觉讲。
注定在伊这个宫廷之中的一个景观啊，电话应该去给伊倒去。赶紧啊，叫木工啊，进来，把这间店搁再翻修好好。这木工在里吹啊，吹较好的木料替换这个条。在真多的这个重点里，都是找无真假。在这个宫殿的周围，就是这张行秋啊，最适合。木工师傅啊，就来向国王报告，独自殿换得最好呢，需要上才的木料，就是国王最爱啊。也嘛是呢，这个宫廷中啊，也是秋王，我们来会当去做这张秋啊，国王想想呢，独自殿那倒落去呢？变成了一堆的废墟呀，所以伊就命令讲，错，才搁再建。这木工啊，听着讲会当错，真欢喜，就赶紧办一挂水果啊，来拜这张树，该拜拜的就讲，几工来呢，做这张树。这个秋神是女神啊，听到你甲错了去，就伫遐伫咧哭。啊，有真侪的这个秋神、木神啊，啊，拢做咧为我。问这个姻缘了，大家爱慕凝重，敢那陪着伊哭啊。吉祥超神，他就讲应该是想办法。这些牧师说，我是都没办法，你有办法吗？他就说，好，我来想办法。那晚，他就一直想，他就想一个办法，因为整晚去集一些糖，糖加到土，加去在那个树丛，让那个树丛好亲像是稻塘，或者是呢有酒坑。天光之后，这师傅带着一群的工人到位啦。嘿，工人就讲：“哎呀，这张树枝歪。”师傅前看后看。原来是不用的啊，就这样放弃了去错这张树。在那个中间，树的女神啊，很欢喜，很感恩的，就说啊，这就是我的好朋友。平常时啊，很多的这个木神啊，看到我跟这个草神这样交配，常常呢劝我讲，唔通甲这个草神交往。今仔日有难，就是啊，予人最披靡的这个草神帮助你。佛陀把故事讲到这啦，就向孤独中者讲：“中者，你敢知影？过去迄位吉祥草神，就是现在你这位朋友。迄当阵，迄丛树的女神，就是现在孤独中者的本神。”
恁遮尼正好的姻缘，生生世世都会当得到遮尼正好的朋友来帮助你，这是恁过去所结的好缘哦。交朋友唔通轻视朋友的身份，树有善恶的分别，人啊无有贵贱的分别，所以恁爱好好疼惜这个缘啊。注意，佛陀讲这段的故事，应该呢，咱嘛会当头来用伫咱的周围。交陪朋友啊，咱呢唔通有分别心，唔通去分别朋友的身份阶级哦。人人呢拢是平等，所以咱来讲结善缘啊。唔只是这世人是咱的好朋友啊，嘛希望呢来世人呢，嘛是会当帮助咱的好朋友啊。